Gap 似乎正在公开打压女团 New Jeans。黑影前往巴黎时装周，但是据传黑影的机场路只有一家新闻社发文报道，而且是在直播结束后一个半小时才出的新闻。此前有记者爆料表示 ，Hype 想透过给广告方式与媒体形成利益关系，控制记者报道。对 New Jeans 不利的负面消息，想请高层打高尔夫球，遭首尔新闻产业部部长婉拒。Hype 宣传负责人联系首尔新闻记者，要求更正 New Jeans 日本本土专辑销量是100,000，并非报道夸大的100,000，意图贬低 New Jeans 日本成绩，让记者感到十分讶异与反感。表示第一次遇到公司宣传撤销所属艺人正面新闻的情况，让 Bunnies 都十分生气，希望 New Jeans 能早日脱离 Hype 魔爪。